主料：土豆一个，青椒一个，红椒一个，黄椒一个。辅料：肉片、生抽、盐。制作时间：十分钟内，彩椒们洗净，八成小块。土豆切片，肉切片。热锅凉油炒至肉片变色后，加入适量生抽翻炒，倒入土豆片，翻炒均匀，倒入彩椒，加适量盐，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水烧炖，炖熟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红椒和黄椒皮烩后一点多炖，一会更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